萧乔论出身的相貌，那一定比不上武如意那个贱婢。是，是什么？他就如此风光？妹妹，有魅惑主的贱婢，陛下还有刺客，我们快走。现在走怕来不及了，反正人都是要死的，迟早而已。这就是命，你们女人最大的特点，不就是认命吗？